gaming, history starts today. I don't know. Why would we do that? The hell are you? We are Venom. OK， 好，这里是电影公虾米。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了漫威呢最新的电影，也就是 Venom。OK， 这次我们也是请来了 Richard 大哥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关于这部呢九月唯一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Venom 到底是不是也是如此的精彩呢？让我们看一下 Richard 大哥的影评是怎样吧。好。有请林雪大哥。Hello， 好啊 ，Hello， 大家好。在我看这部戏之前，已经看到有蛮多的负面的报道啊，所以进去看之前，其实有一点担心。不过看了过后，我还觉得其实还不错的。毕竟它不是一部superhero， 就是那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它是一个anti-hero 的 movie， 所以你不会你不应该用那种你去看那种很堂皇很华丽的那种包装来看这部电影，因为 anti-hero 毕竟是比较有一点挣扎的一个角色，所以Tom Hardy 演这个 Venom 是我觉得很恰当，他的演出都整部戏其实他是就是看他的演出就对了。哦，就是 Venom 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superhero 的故事，于是大哥你跟我们讲解一下关于整个故事的内容在讲些什么吧。OK， 其实他开始于一个就是坠毁那个 spaceship 坠毁过，就是太空船拥有太空船队坠毁过后，里面其实有拥有几个就是类似外星人的异体，这些异体其中一个就是Venom， 其实它可以跟人类和解起来，变成一个有一个超能力的一个物体。其实人跟这个 aliens 啊，可能是算是外星人结合过后，他的力量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的，他有很你他可以变成很大只，也可以就是很力大无穷那种，所以他算是一个一个反派，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反派，在 Super Spider-Man 里面他是一个反派来的。不过在这部戏，因为他在讲解他怎么开始他的这个跟 Venom 的那个结合，所以我觉得他是比较着重上半部的电影，比较着重他自己的人生。他其实是一个loser， 他其实是一个很失败的人。他跟他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变成他们分开了。后来他没有工作，很潦倒。过后，他跟那个 Venom 结合在一起过后，他发现他的力量其实可以用来做一些事情，来拯救一些东西算是人类了，拯救人类。所以过后他就跟他结合在一起，互相怎么讲，算是两个不一样的物体结合起来，连产生一个化学的作用。哦，但这个角色的话就很像那个 Spider-Man 的角色。Spider-Man 也是一个比较就是
就是他的生活也是比较潦倒的一个大学生吧。所以这样子 Venom 的其实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导引了咯。算是成人版吧，因为Spider-Man 毕竟好像是在讲他读书高中的时候，Venom 是在讲他已经做在社会打工了，他做了那个记者，他其实是一个记者来的，刚开始他是蛮有名的记者吧，不过他是一个很正直，不过因为也是因为他的正直，还有他的处事的很直接的处事的方式，变成他对自己本身的事业不利，所以他导致他被炒鱿鱼，也因为这样他跟Venom 结合在一起过后，他就开始了他另外算是另外一段人生吧。哦，就是说在就是 Richard 大哥在 FB 已经有影评过这部电影了嘛，对不对？就是讲你对这部电影说就是比较有娱乐性，就是还可以进戏院去看，就是观众也是要知道到底这部戏是不是真的可以算是现这个月里面唯一一部超级英雄的电影嘛，是不是真的可以就是买票进去看，而不会像网上面他们讲的就是很非常的差评啊。肯定，我觉得肯定值得支持的，不过他毕竟是第一部他的 spin off 第一部Venom， 所以他很多大部分的戏都是在讲解他的发掘他的角色出来，所以他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只是戏完了原来是这样而已，不过我觉得他的故事故事的编排还有他的特别是他的角色啦，就是 Tom Hardy 的那个角色，我觉得他演得非常入戏，还有另外一个是虽然他的特技他的那个 special effect 不是最好的，不是 Marvel 最好的一部，不过我觉得还可以看，不会看得好像很差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部值得买票进戏院看的电影。哦，这个其实就是从以前知道 Sony 呢已经拥有了那个 Spider-Man 的版权嘛，然后过后呢因为他的票房又失败了，结果呢他又就把 Spider-Man 就是交回给 Marvel， 然后呢Spider-Man 可以在 Avenger 里面出演这个角色，然后 Marvel 呢也帮忙就是 Sony 呢去拍摄新的 Spider-Man 的电影，所以呢感觉上Sony 呢本身呢就需要去拍另外一部跟 Spider-Man 的宇宙相关的电影，所以 Venom 就是这个就是他赚钱的另外一个方向啦。所以就是怕很多观众就是怕就是 Sony 呢只是因为了要盈利，所以呢就随便的去拍一部电影，但是听 DJ 大哥讲这样子的话就是还可以看的话，这样就毕竟希望 Sony 呢还是可以继续就是拥有那个 Spider-Man 的那个宇宙的世界，他的人物还可以继续拍下去。是的，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拍摄的手法跟Marvel 是相差很大的，相差很大。就是、Captain， 对，就是 Captain America、Iron Man 那种拍摄是很大，因为这个是比较比较有一多一点的感情戏，还有那个真实的人生的那种struggle， 就是人生的那种经历的那种磨练，人生的磨练的揣摩比较多，不像那个Marvel 它比较注重于那种 special effect 很大规模的那种打斗，这个有最后一场的打斗算是最大的规模，不过也不能跟其他的 Marvel 的电影相比，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比较有一种新鲜感，不然你看了太多的那种 Marvel 的电影可能你已经有一点疲劳了，对那个Marvel 的那种
一贯的方式有一点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呈现的方式是有点不错的。哦，就是说这个 Spider-Man 不是这个 Spider-Man， 也就是讲这个 Venom 呢，就是讲还算是可以不错的电影啦，就是还可以录音去观赏的电影啦。啊，肯定是的。嗯，就是讲其实他有集，就是讲这部电影呢，本来呢拍摄的时候呢，就是他想要拍，就是索尼呢要把它拍成呢比较暴力的，比较血腥的。可是听说这部戏呢，到最后呢就变成了就没有这样暴力成分这样高的电影了，对吗？这个我也是有听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算是一种一个遗憾吧。如果他可以把它变成M18 还是R21， 就是成人的电影，我觉得会比较好看，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Venom 应该是比较好像是会吃人啊之类的，所以在整部戏里面你不会看到一滴血，因为是 PG 的电影，所以你完全看不到一滴血。虽然你知道他是在杀人，不过你看不到他的血。不过希望呢，他们出了可能出了蓝光还是 DVD 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比较一个完整的版本，可能就那个会有更多的画面，会比较，我觉得比较是好像 Deadpool 那种，你真的可以看到断手断脚那种。我就是比较血腥的画面，比较血腥，对对对，然后这部戏呢会听说两个彩蛋，所以呢观众呢都会期待这两个彩蛋，但是呢因为都是在字幕推出过后才会出现的这彩蛋，所以有一些大哥你要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彩蛋呢是不是值得观众留到最后一分钟呢？OK， 其实第一个彩蛋它是在credit scene 中间他已经出了，那个就只有直接的联系，戏完过后的一个联系，他其实是在介绍下一个villain， 下一个坏人，所以下一步的，如果他有下一步，我觉得应该还有下一步续集的话，应该就是Carnage 啊，所以如果有下一步的话，就应该就是有那个Carnage 跟这个 Venom 的打斗的对手戏。第二个彩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其实它是跟Spider-Man 有关系，不过它的呈现方式是很特别的，它不是真人版的，还有它是一个你可以讲是 cartoon 还是 animation， 我觉得它应该是明年要出的那个Spider-Man 的动画版的一个介绍，还蛮长的，那个应该有一分钟多，所以我觉得那个还蛮搞笑，蛮有看头的。虽然跟 Venom 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我觉得那个彩蛋是不错的。应该讲的是那个动画版的 Spider-Man 对吧？对对，是黑人的对Spider-Man 的那个版本。其实这个 trailer 已经很早就已经释出了的。这个是应该是索尼呢，他没有在，就是索尼的 Spider-Man 也是新的索尼的 Spider-Man 是在明年才上映嘛，他的电影，所以可能就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呢，除了推出 Venom 的这部坏人的角色的电影之外，他好像也是在年尾，上次的预告是说在年尾呢会出一个就是以黑人做主角做 Spider-Man 的一个卡通片，这样子推出，应该是对对，应该是就是那部。不过这个我第一次看到，我也有看过其他的这个 trailer， 那个 Spider-Man 的 trailer， 就是这个动画版的 trailer， 不过跟这个戏里的彩蛋是不一样，所以是比较不一样啊。我这样子就是还是值得一看的彩蛋啊。我觉得是蛮有看头的啦。OK。虽然跟 Venom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可能在那个
那个Spider-Man 那个动画版的 Spider-Man 就可能有 Venom 在里面也说不定。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毕竟 Venom 呢，他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出现在 Spider-Man 嘛。也就是讲，整部戏呢，到底有没有跟 Spider-Man 有密切的关系的桥段出现呢？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是一个独立性的一个故事，跟 Spider-Man 完全没有瓜葛的。哦，这样子就是索尼呢可能会再出一系列以坏人的故事来做的电影啊，来上映的电影。对，可能性很大，因为他的第一个彩蛋就是另外一个坏真正的一个 villains 的出现，那个就是 Carnage。因为在 Venom 里面坏人其实是 Riot。另外一个也是算是aliens 啊，也是 aliens， 不过这个 alien 就是附身在那个坏人的身上，所以变成真的坏人。Then Venom 因为他附身在一个比较有正义感的人身上，所以他就可以跟他互相的 negotiate， 互相的去控制对方啊。哦，明白明白，就是还有一个真正的坏人啊。啊，对，在这部 Venom 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坏人，就是最后的一场跟他对打的。这样，Richard 大哥，你可以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的媒体呢会对这部电影呢下了非常毒的恶意呢？就是非常差的影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可能我觉得因为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我觉得比较单调，就是一个太空人，不是太空人，就是一个 alien 跟一个平常的人就是结合在一起，人就是在讲这个结合的部分的，所以他可能他的故事方面就没有这么明亮。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能他的暴力的那个就是那个血腥暴力的那个成分不够在那边，所以打的时候觉得比较儿戏，就是你看不到真正受伤的人那种，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打架，他们有人被拉走了飞走了，不过你没有看到一个是好像受伤还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伤亡者的那个场景出现过。对，只有一幕是其实就是这个Venom 他自己跟那个 Venom 就是他的角色跟 Venom 分开过后，他被车撞了，连他的全身骨折，连脚已经断了。后来因为 Venom 又回进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又恢复好了。就那个部分是有看到有一点他的脚断那个血腥的方面的，其他部分打斗方面完全没有看到有血。可能就是所以觉得可能一开始就让。因为这部电影宣传就是要跟 Deadpool 一样的血腥暴力嘛，对对对，所以观众也可能也看了原著的漫画，可能原著的漫画也是比较暴力一点，比较暴力，所以拍出来呢就是比较家庭式的，可能他们就觉得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Venom 哦，对，反差太大了，对了，可能他的反差太大了。Then, 可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最后一场的打斗，就是他跟那个 Venom 跟 Riot 的打斗，那个因为是在应该是在晚上是傍晚，等两个都是差不多一样大大只的这个 Venom 就是 Aliens 啊在打斗，所以有一点那个是有一点乱，因为就是看到两只差不多一样的东西都就是在打来打去，因为他的 camera 又是有一点晃来晃去这样，所以那个部分可能他就看了可能没有这么清楚，没有那么
怎么讲，看得没有这么爽啊。哇，这样如果 Venom 跟 Spider-Man 打斗，这样还明显一点，因为至少 Spider-Man 是红色的衣服嘛，对对， 红色跟蓝色嘛，对对，如果是两个这样黑白的动物，就好像有一点像 Transformer 这样乱七八糟的，是不是啊？就是就 有一点像那种看了有一点眼花缭乱那种感觉。哦，啊，就是之前呢索尼有拍三部曲的那个 Spider-Man， 就是其实第三集的时候呢，就也有 Venom 出场嘛，所以这个对对这次呢再拍呢应该是第二部有 Venom 出场的话，也 Venom 出场的。所以于是大哥，你觉得跟之前那部比呢，这两个 Venom 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差距吧，差别吧？嗯，这部算，因为这部 Venom 是主角，那部 Venom 算是一个坏的角色，不也不是最坏的那个，对啊，只是其中一个坏的角色。那个角色是有跟这个的他们的变化是差不多，他的剧情变化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他也是有一点被逼无奈那种，也是有一点好像是失落的人在遇到这种有力量的一个物体，所以跟他就跟他一起上升。然后不过跟上一部的那个 Spider-Man不一样的是，这部的那个主角是比较正直的。虽然他已经跟他上升了，不过他还很明确的知道他要的是，就好像他在戏里跟那个 Venom， 他一直在跟 Venom 在他的脑里面一直在跟他讲话，对话就是说，你可以吃人，不过你要吃的人一定要是坏人，你不可以去吃好人，不可以吃那种，那些平民百姓那种。如果是坏人，我讲你可以吃，你就可以吃。他就跟他一个约定来一个协议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跟自己在跟自己的另一半在谈判。不过你就是那个人的，这样怎么Venom 就是怎么知道那个是好人，那个就是坏人的？啊，他就是他也是有问一样的问题，所以你有很有可能是 Venom。 他就是问那个问题， then 他的回答就是说，你应该会感受得到，就是你会 sense 到那个是不是坏人啊，你就是说他，如果你在地球上久了，你就会知道哪一个是坏人。所以在戏后面他真的是看到，就是那个 Venom 看到一个是真的他觉得是坏人，但他就问他 ，This is a bad guy， 啊，就是这样了。所以他，我觉得他最后他的发展就是他们两个已经是蛮有默契的。啊，对啊，就是因为我们看那个，就是讲好人也有坏的地方，就是坏人也有好的一面，这样子。对对，所以啊，对对，这个就。这个是外星人他们想象的，就是好人跟坏的啊，是啦。不过还好是，就是他们也不是说Venom 就是不会说他 Venom 一意孤行这样，他就会这样做啦。就是他还是会有，他们好像有时候还会在商量应该要怎么做这样，就是自己在自己挣扎中。嗯。这部算是一部独立的电影吗？就是讲之前的那个 Spider-Man 呢已经是漫威跟索尼一起合作了的。如果你跟之前就是上一部 Spider-Man 相比的话，你会觉得这部的水准有没有可以达到上一部 Spider-Man 的水准呢？嗯，上一部我觉得比较轻快的，比较entertaining， 比较很活泼的那种表演方式，就是他就是蹦蹦跳跳，就是很嘻嘻哈哈那种的。这部就比较靠近写实，就是他会讲到，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角色的年龄的关系，因为这个比较算是比较靠近中年了吧，说他
他是比较要经历那些人生的就是没有女朋友跟人家走了那个阶段，还有没有事业已经垮了，没有钱交那些电费啊之类的，所以他都会呈现这种比较有一点潦倒落魄的那个情况在这里，在这部电影里面。在 Spider-Man 那个就是比较好像比较给小孩子看的那种中学生那种就是蹦蹦跳跳，就是拯救帮 Iron Man 拯救世界那种完了就完了。哦，好的，就如果立秋大哥要为这部新的 Venom 给分的话，你会给多少分呢？如果总分是五分的话，我也给3.5分。我觉得还是一部值得进去看的。其实在虽然口碑不是很好，在美国口碑不是很好，不过在美国的票房其实还很不错。它有1亿的那个 budget， 就是 $100 million 的 budget， 它的第一周已经拿到了$80 million，就是0.8亿，所以第一个礼拜你已经赚回 80% 的那个成本的话，我觉得是一部很不错的已经算是很不错，在票房上很不错的一个电影了。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口碑是怎么影响接下来的那些票房了。不过我觉得在世界上不是世界上，就是在国际上面已经也上映的都得到很不错的票房。我是觉得这部戏选的时间是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10月份，就是完全是没有超级英雄的电影，也没有什么大作在这个时间上，所以那个时间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是在6月的时候上映，就可能就会遇上比较大的问题了。还好就是他写的时间是非常好的，所以票房可以，就是口碑差，虽然口碑差，但是票房的我相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我觉得也是，其实他口碑差只是那些比较专业的那些影评人士的口碑差，不过听说在第一周的那些影评，他好像有观众啦，这种普通观众的影评其实还蛮不错的，就好像那个IMDB 它已经也是有给 7.1， 最新的数字是 7.1， 10分啦，有10分的话它已经拿到了 7.1 分。对啊对啊，就是 IMDB 的话上次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 7.7 分 7.5 分然后 7.0 然后现在又返回来 7.1， 就是讲整部戏如果在 IMDB 来讲，如果评分在6以上的都算是可以不错的一部电影了的。对对，是的。好，这现在呢这就谢谢立秋大哥给我们讲解这个 Venom 嘛。好，今天的电影攻虾兵就到此为止，我看我们下一次就要再评另外一部电影了。接下来会是哪一部电影呢？接下来的一部我比较想看的是 A Star Is Born， Lady Gaga 的一部电影。哦， Lady Gaga， 听说是很蛮不错的一部算是一个实际的那个情节我不大清楚，不过从那个trailer 来看，应该是一部好像一个发掘一个歌星的一个路程啊。哦，就是是一个 remake 来的，写实的啦，比较写实的 ，then 应该是一个 remake 来的，就是一个重启的，1970多年好像也是有一部这样的电影，哦，所以说它是一部重启的，就是这个这个月份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有就是香港电影，无双，听说评语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李社大哥会去看。这个电影嘛，就是郭富城跟周润发第二次合作的电影。对对，其实我有想过，不过在新加坡看，就是他会翻译去华语。哦，对，所以在电影上面看华语，这种香港戏看华语是有一点
少了那种味道，那种道地的那种香港的电影的味道。对对，所以还在考虑。在中国票房其实很好，这部电影在中国票房很好。对对，哦，这边的我看这边的就是马来西亚这边的影评也听说都不错一下。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像以前那部刘德华的那个《无间道》那种吧。嗯，就是有两个重要角色，不知道谁是正谁是邪的那种剧情啊。好，其实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这部戏啊，无双啊。啊，对对，听说在里面会有就是会给你猜啦，就是给你会猜出乎意料的结局啊。所以还是要去戏院看一下才知道。太知道了。嗯，好，我会考虑一下。好，今天的电影工商面就到此为止。来，谢谢李正大哥上来我们一听。好 ，OK， 拜拜。好 ，OK， 拜。I'm claiming history starts today. I don't know.Why would we do that? The hell are you? We are Venom. Okay.